烧柴的方式在煮饭，还蛮特别的。而且他们每个酒都很特别大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，阿甘在里面有一个。这边要小心哦。啊哈，等下你先走进去之后，我拿接给你，要不然他我怕他摔倒。那这里很像跷跷板，你看。不过以前没有这个，不知道怎么跑出这个出来。摄影机头，小心小心。哇，这里有一间类似像早期的那个孝亲房，这一间没办法进去啊。为什么这个老爷要放这里啊？这是代表什么含义啊？这算是那个筛子啊，有时候是在筛一些东西啊，像我都有意思，为什么要掉这里？他可能就方便，就这样给他吊着。来 ，OK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哇，他这边有二楼。有啊，不过很矮。好，大家看一下。这里还有二楼。当初我们那个上去的时候是用狗爬式进去的。嗯。人称类似的叫做狗窝。嗯。因为它这个算是另外隔起来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是这种这样子把它隔起来。以前经常就是或者这么小。来。我觉得它这一间应该从很早期就存在了，然后到后来才慢慢的用那个红砖去重新整建，因为它这个上面都是用木头的实木横梁啊。不过为什么这木头可以插得进去哦？也太厉害了吧！这怎么拆啊？来，进来这一间看看，小心。这边好像是神明厅的地方。嗯，哦，好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哦，啊 ，sorry。哎，刚好我们刚才开场前有礼貌性祭拜。嗯。然后左上方这边就是当时好像就是那个奶奶年轻的那个照片，那这个部分我有拍摄，可是我们会去做模糊马赛克的处理。而且你发现你现在一走过来了，嗯，你看奶奶后面都有字哎，啊，这些都是写字。对啊，古代人就是写字。看得到吗？可以啊，它是那种金漆啊，这边也有啊。真的是很复古。然后当时听说好像有人都会来动这个神主牌，有哦，嗯，因为它神主牌以前是好完整的，嗯，然后后来很多直播是为了什么好，就是收视率更高一点，嗯，就玩这个神主牌，就是把它拆了装回去，拆了又装回去，嗯，导致就变这样了。
对，所以刚才我们一来到现场，我就先烧香先讲一下，因为今天现场这个桌面上的东西我们就不会去动。那待会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尝试沟通好。丸子来，你跟我交换位置。好，以前电话都有，而且他这边好像有养狗，狗饲料特别多，这边都是狗饲料。往生的奶奶愿意跟我们去做沟通吗？请问你愿意跟我们做沟通吗？请问奶奶，你当时是生病往生在这个地方吗？我在这边沟通了。嗯。最近有没有人来这边打扰你？钱包是怎样？这台大台的杂讯很多。嗯。阿嬤你好，那今天我们来这个地方打扰到你，刚才尝试用仪器想要跟你做一个沟通，那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仪器可能没有办法跟你产生一个连结，那我们就是上香再跟你说一下，待会我们就是用宝贝的方式，那希望可以给我们一点反应。那待会我们简单询问完之后我们就会离开了，那今天真的是非常打扰。为什么这一个神像头断掉？嗯，看不清楚，应该是一个酒瓶吧？那可能是酒瓶。好，开始借用钱。借用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你机要开吗？手电筒？没有。啊，你袂上暗吗？哎，大哥。不好意思，阿嬷，请问你有在这边吗？有的话，给我们一个圣杯哦，一正一反。笑。小杯，嗯，你爱可能小看安尼客，好了。请问阿嬷，你笑的意思是说今天看到两个年轻人来很开心吗？还是说我们有礼貌的跟你先打招呼？那如果是的话，哦，有让你觉得说蛮有礼貌的，然后你也开心的话，才用笑杯。那就给我一个圣杯，告诉我是这样的意思。圣杯，地板是正面，来，嗯，拿起来。我拍到了。然后桌面上是反面。嗯，圣杯。好。哦，我想问一下，阿嬷是清朝人吗？哦，
那阿嬷不好意思，我们看照片感觉你好像很像是以前清朝人，那不知道是这边的以前的住在这边的人，那你算是他们的老长辈这样子。那如果是清朝人的话，那给我们一个圣杯。笑笑，他是，他是日治时代的，日据时代的。还是说阿嬷你是日据时代那时候的？那如果是的话，给我们一个醒杯。也不是笑。那我再问，他是清朝，上面是荷兰啊，荷兰时代啊。那不然我们再问最后一次，不是的话就不要问。还是说阿嬷你是荷兰时期那时候的人？那如果是的话，给我们一个醒杯。真的？搁真诶。搁真诶，搭带一直博无杯。我跟阿嬷说谢谢。好，阿嬷谢谢。各位真的是非常悬哦，因为我们刚才不管怎么问，没杯笑杯，没杯笑杯，然后结果问到荷兰人的时候，就因为为什么丸子刚才讲荷兰人的时候，我会想说问一下，因为我阿嬷的阿嬷他们早期是荷兰人的血统，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，所以我才想说你有提到这个也算蛮不错的，因为我平常在看书，看历史，台湾历史，